接上一个视频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试着调一下绿色，分别要用到蓝色和黄色。蓝色呢，我选用的是天蓝，柠檬。蓝色，黄色，再将它们俩调和在一起。如果黄色所占的比例偏多一些的话呢，那么调出来这个颜色呢，就是黄绿色。我们接着来。这次呢，我们要蓝色所占的比例高于黄色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绿色呢，就是偏蓝绿色。现在呢已经很直观了，如果蓝色的比例所占的较少，黄色的比例所占的较多，那么调出来颜色呢就是黄绿色。如果黄色所占的比例少，蓝色所占的比例多，那么调出来颜色呢就是蓝绿色。如果将两种颜色等量调和，那么调出来颜色呢就是棕绿色。好，视频到这里呢就结束了，你明白了吗？记得双击。